好多謝咁多位粵文樂圈嘅學員，好唔好聽啊？多謝多謝。咁誒，一曲《揮淚別南唐》之後，第二支曲內容咧係講述一個歌女嘅，對人歡笑，背人愁，歌女生涯原是夢。咁呢一曲咧係由鍾鳳文老師獨唱嘅。但我們也很榮幸邀請到陳輝雄老師為他作客席的音樂領導，有請陳輝雄老師。有請另一位主角，由鍾鳳文老師送上的《歌三舞扇》。
真挚，总要似微笑，大地都是画笔又真，人话欢畅。Ah!
Ding!
愁思。